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健。今天指数小涨4点，那最近这个盘是有那一种感觉，就是盘面上气氛很差，不过大家还是想要等，等到那一种就是大家融资都已经砍光光之后，因为最近融资大减嘛，等融资砍光之后，那个恐慌的一个卖压过后的一个买点，那我想大家都在想这个事情。不过呢，我跟大家讲，如果以我们的看法来讲，这个行情我的想法是跟大家一样，我也想要买在一个大家就是卖压宣泄完之后的一个相对性低点，可能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不过呢，在讲这个之前，你要先慎选筹码，你真的要先慎选筹码。因为如果你以今天盘面上来看的话，虽然最近跌幅最重的在陆股，在整个一个港股的部分，那陆股跟港股今天都出现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涨势。那不过呢，我们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你看国巨每一次看起来好好的，对不对？你想要去买它，结果它就变这样。今天收盘几乎收在最低点，2492，这都是人气股。华新科收最低点，那6456 GIS， GIS 今天又收在最低点。你看哦，所有进去买的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赚钱。那所以我跟大家讲，现在行情呢，现在行情我的感觉啦，就像先前马云所说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不过大多数人都会死在明天晚上，见不到后天的太阳，所以要坚持。好，那现在就是说，你要等到哪一天是后天？请问哪一天是后天？就是大家都砍完之后，那个报复性反弹那个点位，你不要买太早啊，你不要买太早，我有帮我们会员选好，这是我现在锁定的一档股票，叫做一档就全部，它的名字叫一档就全部。好，用你7%的风险来拼三倍，我来拼三倍，那这个是有故事的，我等等会跟大家讲。不过我要先跟大家说，好，你要坚持到这里哦，你要坚持到这一天后天哦。你不要人家很残酷就跳回去，很残酷就跳回去，结果呢？结果你没有赚到，你看就是要 GS 来。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换个角度想，真的会不一样。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掌握特殊筹码，散户也能够当隐世富翁。你怎么当隐世富翁？我教你怎么赚，好不好？来，这两家 GS 对不对 ？GS 是不是从200多块开始下跌？不过呢，在200多块钱的时候，大家都说 GS 很好哦，苹果嘛，对不对？苹果要出新机啊，所以要赶快布局。好，不过我力排众议，我跟大家讲很清楚。这 GIS， 它负债比很高，特殊筹码很丑，类似化汗，请你先避险，请你先避险。小小的一个动作，它在未来会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会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你仔细看，这是今天的 GIS， 它来到135块钱，好，你200块钱空10张，好，空10张啊。假设未来是这个价格，我们是假设了，因为这个价格。我们是假设了，我们是举例，好，200块空10张，假设未来到100块的话，那你这样子的话，你200块空10张，假设未来有一个价格，那是假设是100，那你可以买30张回来，你可以买30张啊，你两百块空10张嘛，来告几把，你给获利回补，你变成可以买30张啊。不过呢，如果你从200块这样爆爆爆买10张，爆，那爆到100块，你还是10张啊。但是你先空下来的话，你不变成你可以买30张啊？那这就有差喽。来，这一段里面，其实大家都想要买在低点，你自己看喽。当这一天重挫的时候，人家想说，是不是跌很多？看抢一下价差，结果没有，隔天再跌，跌这么多了，抢一下价差，这一下稳了，有下影线，对不对？抢一下价差，结果呢又下来，每一次抢价差都死哦，连这里都没有赚，那为什么你会抢错？为什么很多人会抢错？因为你没有个客观的标准。就像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是这个礼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 ，GIS 可不可以买？我说可不可以买？不是我决定的哦，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哦。GIS 可不可以买？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哦。散户是不是一直在增加？特殊筹码是不是还在卖？所以现在时间点还不到你进场买 GIS 的时间点。那这个我们也在 LINE 好友上面跟大家分享了。你想一下哦，
同样一个动作，如果你在200块钱放空 GIS， 中间别人在抢短多的时候，你都不要去抢，它一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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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破。那到未来的某一天里面，未来某一天里面，假设到某一个价格，你是不是可以买回来很多张？那万一它真的报复性反弹，来，你看它这样是不是一直杀？啊，万一未来报复性反弹，你是不是赚翻了？同样一只股票，我这样讲有道理？先空，中间下来不要抢，万一报复性反弹时间点到了，你赚翻了、啊，对不对？你真的赚翻了、啊。可是有谁可以事先告诉你放空 GS？ 谁？来回顾一下 GS 先前的不行啊，真的千万不要乱买，你买下去就中枪。很多这种股票越来越多了，特别小心啊。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鸿海集团的股票很奇怪的弱。我们讲句坦白的，如果以郭董，以郭董的一个经营能力来看，郭董经营能力肯定没问题哦，没有人会怀疑郭董的那个经营能力，绝对不会有人怀疑郭董经营能力。那如果连鸿海都能够三率就是衰退的情况下，代表什么？代表不是郭董的问题，而是他们在做的产品已经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你懂吧？就鸿海集团里面的绩优股，来哦，从500到300，短短两个月，505到300块，它发生什么事？就鸿海集团喽，这6451，这鸿海集团170到99，连最好的鸿海集团都发生这种事情。那我请问你，鸿海集团里面还有没有获利衰退、高负债比例的股票？类似化汉的这一家公司非常有名，每一个散户都特别爱，利多特别的多。不过呢，它获利已经开始衰退，而负债比很高。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今天去买一栋房子，1亿好了，我拿2000万出来，8000万是负债，我有一栋房子叫1亿嘛，啊，8000万是负债，2000万是自己的钱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行情很好，你房子很好卖啊，你赚的钱就很快。不过如果市况发生改变的时候，你那8000万的负债会变成你沉重的负担。这6414就是这样，6414它负债比例60几%，一旦它过去营运状况不错，现在营运状况变差了之后，大家对它疑虑是，那你负债比那么高，你能不能够撑起这么高的股价？一样的道理，鸿海集团里面还有一家，跟化汉一类似的。而且负债比也是极为相近。那如果未来财报一旦转弱，我告诉你，这崩跌速度会比雪崩还快，比雪崩还快。我跟大家讲，崩跌速度会比雪崩还快。那个时候都还没崩盘，不会有人相信。每个人都告诉你 GS 好，因为苹果出新机。好，来，今天苹果新机出来了，它在哪里？今天苹果新机出来了，真的啊，它在哪里？它在这里。我跟你讲的时候在这里吧，这里不可能空不到吧，这里一定空得到吧，对不对？好，来，你有没有想过，你只要做对一个动作，做对一个动作，你想想看，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行情很差，没救了，没有错。不过呢，你有没有想过，来，你这里给它放空，假设未来某个价格你给它回补，反手做多，200跌到100，假设啦，跌很深之后，随便弹个50%，你就赚翻了、啊。你就赚翻了不是吗？那现在大家在抢反弹，你不要去嘛，因为你看筹码你就知道了，现在还不会那么快嘛，对不对？还不会那么快嘛，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我跟大家讲，要做的事情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好，我们在台北股市做同样操作同类似的股票，可是你动作不同就不一样。来，你自己看喽、我跟大家讲，累积卷空累积财力嘛，你等待低点，你会一夕暴富啊，真的啦。散户也能够当隐士富翁啊，谁说散户一定要被人家融资断头？你可以当隐士富翁啊，你反着做就好了，对不对？累积财力，等待一夕暴富吧。所有的人都进场抢短，因为它跌很深，你进场抢短，这动作应该没有错，结果是错的。来，这我昨天跟大家讲，这叫3090日电贸，所有散户都进场抢，来3090，接在哪里？在这里。收最低，赶快出，对不对？
所有任何时间点你买都不对，你放空都对，对不对？是不是套了一堆人？那如果你先卷空，你是不是一定赚钱？然后等待低点一气暴富的机会，对不对？这昨天的事而已啊，来简单回一下昨天的围棋啊，谁会是劣势？对不对？那你现在要想，你把简单的逻辑反过来想嘛，你把简单的逻辑反过来想，反过来想就可以了，这么简单。你先卷空，然后累积财力，等待低点一到的时候，一气暴富的机会嘛。至少你现在不用担心嘛，对不对？总股东人数这么多，特殊筹码一直卖，这里想做一个解套波，结果做不起来，引发很多散户进场，现在股价又下来了。那你认为等到他们都要解套，又或者认赔，要多久的时间？那如果他们都要解套，都要认赔，要很长的时间，那我请问你，股价在短时间内会涨吗？那如果不会涨，你先卷空累积财力，等待低点一气暴富嘛。我跟大家讲，我都选好了，对不对？我昨天跟大家讲，昨天是3090，对不对？那你想一下，昨天指数已经下跌了，然后今天说美国跟中国的那个贸易战有可能哦，现在派那个美国财长去，有可能会化解。那入股大涨，那个港股大涨，不过呢，它还是收最低。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很多人套牢，不是它不好，它很多人套牢。你自己看，这么多人套牢，大家都想赚钱啊，对不对？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所以你现在要去想一个，我跟他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把你的逻辑改变一下。这一波很多人做的不顺利，是因为你的逻辑跟别人一样，大家告诉你这次跌很深的，赶快去买。你不过跟大家做了同样的动作，你为什么认为你会赢呢？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很多人在买这一支，千万不要买。我的逻辑跟别人不一样，你只不过做了跟别人一样的动作，你凭什么认为你会赢？大家都跟你说达麦 PI 很好，对啊，那你跟大家做一样事情，你凭什么认为你会赚钱？你为什么认为你会赚钱？今天达麦是不是又收最低？我是在这里请你空，我是节目上公开跟你讲，对不对？这我们不下下半段再放好了，下半段再放。我跟大家讲，你想想看，你把你的角度换一下，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你会问我说，老师，可是你这样讲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好，很残酷，也很残酷，后天会很美好，但绝大部分的人刚好撑不过去，刚好在最低点停损啊，对不对？大部分刚好在最低点停损，那见不到后天的太阳啊。那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老师啊，可是你这些股票哦，他们套牢的人那么多哦，啊，马上下来他也不一定会V型反转。你这样讲没有错，不过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来，像你这样子，对不对？你先给他卷空累积财力，累积慢慢累积财力，对不对？你给他卷空累积财力，累积财力之后，到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 GIS， 又或者你可以不选择 GIS， 又或者你先选择别的股票，等 GIS 到低点之后，筹码沉淀你再回来买。我们会帮大家选什么？我们会帮大家选，我有一档股票，哦，我跟你讲，特别的行情要做，要有特别的思维，一档股票用7%拼三倍。用7%拼三倍，我已经找好一档股票，好，那相关的线索节目上我不方便提供给你，可是我可以跟我们会员讲得很清楚，好，什么样的股票，一家公司要有人买了，好，那这家公司大概最近有特定的券商在进出，买了3亿多，买了好几亿以上，那个特定券商非常厉害。过去3个月曾经买一档股票，名字我都不讲了，曾经买一档股票，买了2亿多、3亿多，连续买3个月，完全没有涨。结果后来一隔一两个月涨3倍，起三倍，而且那不是很久之前的事哦，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哦。好，那现在他要再布局一档股票，而且总股东人数一直减少。听说未来的获利会非常好，这我相关的资讯我全部保留。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用7%来拼3倍。我讲句坦白不好听的啦，你现在去拼股票，买错股票7%，随便买错一档，
散户很多了，没几天你就赔七趴了，你连三成的机会都没有，你连赚三成机会都没有，你就赔掉七趴了，那你何不用七趴的机会去拼三倍？而且我这是有非常有把握的一档股票，我节目上我没有办法透露你任何的资讯，直到我带会员布局好之后，我们希望这个行情它还能够再震荡一下，哦，让浮额再清洗一下，到最低点差不多相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进场。我跟大家讲，你买表买表去到看，你要拼也要拼一次比较会赢的机会啊！你不要拼那种散户大增的，这样你不要拼。我跟他讲，很多人在拼什么？很多人都在拼那种散户大增的，你拼这个有意义吗？我一直很想问你，到底拼这个有没有意义？没有，可是一堆人在买啊。对你到底拼这个有什么意义？又或者你拼这个3645，我不知道啦。当你知道它的总股东人数这么多的时候，你认为再好的利多它会涨吗？你要让这么多人解套，好了，什么时候解套？你去看，越来越深了，越来越深了，不是吗？我跟大家讲，放空的股票不是因为它涨多就有空，不是哦，而是因为它筹码很乱。那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筹码很乱的股票，你不要说你要赚很多啦，你给干谈了，你先累积实力，到时间到的时候，真的来，到后天的时候，到明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全力重压，全力重压迎接后天的一个太阳，一改变一去，没跟我客气，就像以前我，就像今年年初我们带着货源拼威盛一样，那也不叫拼啦，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威盛一定会涨啊。是不是从10块狂飙，对不对？来，欢迎加我们好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阶段再回来。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操作不再盲目，赚钱不断重复。轮源投顾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今天指数感觉要反弹，有可能过两三天之后真的反弹。不过呢，大家都知道，要买在那个相对最低点的机会不一定的那么的明确。所以大家很多人东猜一下西猜一下。那其实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现在很残酷，今天很残酷，明天很残酷，后天会怎么样？大家都懂，所以大家都在拼后天的美好。不过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对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拼错啊！你千万不要拼错啊！就像我先前跟大家讲了，想赚大钱之前，先考虑风险，对不对？我跟大家讲阳明光，你自己看能不能卖，你自己看就知道，你自己上网去看。很久之前就跟你讲了，能不能买，你看就知道。中股都有做大增，特殊筹码再卖。接着，我跟大家讲，股市本来就是个不公平的游戏，要赢先当不正常人。先当不正常人，来，请看阳明光，知道？来，今天又是川普害的吗？今天不是川普害的吧？今天也不是美股重挫吧？不是吧？在这里，我们跟你讲，康了的跌啊！真的，你要相信筹码，相信筹码。当你放空了会重挫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相对低点的时候，我们反手做多。你不一定要买达迈，不一定要买阳明光，我会选一档有可能飙三倍的股票让你拼。在这之前，你跟我们一样，麻烦你跟我们一样，对不对？先给它放空，今天57块破底，请问你空哪个点位没有赚？来简单回顾一下先前达迈的补习啊。可是如果是这个就有问题哦，你要特别小心哦，你要特别小心啊，这个散户一直买哦。它没什么跌到，完全没有跌哦，这是完全没有跌的股票，这非常恐怖哦。
一家公司如果退休筹码一直跑，散户一直增加，代表什么？代表着散户接收到了，接收到了什么？接收到了利多，你懂吧？可是真的是利多吗？来，你不知道的事情远比你所知道的更重要。大家都看到了好消息，所以你去买了。不过呢，人家一直在跑，真的，真的啦，你自己看。其实我跟大家讲，空的股票很多啊，对不对？达迈啊，合金啊，阳明光啊，都会 GIS 啊。来，你自己看，达迈今天收最低，没错啊，他们有共同的特性，都是散户很多，6182。看看它，而且它不是自己一个人跌哦。你看6488破底，对不对？然后我跟他讲句坦白的啦，这一波里面我们没有任何一个货源买进任何一档矽晶圆跟被动元件而赔钱，我没有买过国巨小赚赚很少就走，但是我没有任何一个货源哦买进矽晶圆又或者被动元件，这两个族群是所有台北股市股民伤最重的族群，为什么我没有？你有没有看了就知道啊？你怎么买？你涨价你叫我怎么买？我总不可能闭着眼睛下去买吧？啊，人人就明明就一堆人套老人家在跑，我为什么要买？你告诉我啊，对不对？很多人买是因为你不懂，对不对？那如果你懂，你看这日电报，日电报什么？被动元件啊。对不对？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他们跌这么深了，会不会报复性反弹？肯定会啊。可是报复性反弹在哪一天？请问报复性反弹在哪一天？当然不是现在嘛，对不对啊？如果在未来，你现在先不要买嘛，你现在先不要，全部都在最低点了、啊。那如果这些股票筹码上面有问题，那你选择什么？你选择最近哦，最近有特定人士在布局了。有特定人士在布局，我跟他讲一档就全部，这不是开玩笑的。我跟他讲，你看哦，像这种股票，好，今天涨停板，我帮你算一下好了，今天10000张全买，这一张10000块，好，10000000就是1亿，如果你全买才1亿而已，全部拢你买几亿，啊，你也买过来，有一辆跳空过来可以涨停板，好，如果你买好几亿的话，对不对？好，我说假设了哈，我们对那个没有任何意思，我是举例而已。那如果你在布局一档股票，它最近还是跌的，好，别人在布局，那中股流动是一直减少，未来营运状况会不错，好，非常的不错了，好，那我们希望用7%来拼3倍，再讲的时候，这是做多了，这做多了，我们做多的股票会撇除掉什么？会撇除掉这一种，对不对？会撇除掉这一种，就是散户一直买的。那这个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对，你先把会跌股票200块钱空持，在那边一直跌，一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对不对？那你这样下来，假设它200，假设它未来个某个价位这样子反弹上来，那是不是会弹很快？那所有的股票都在跌的时候，那未来会有没有什么股票飙很快？那一只不能用散户啊，真的用7%的空间拼3倍。7%的空间拼3倍，你乱拼股票，随随便便拼错股票，随便一两天7%就不见了，涨你也涨不到3%，不用说3倍，我是说用7%拼3倍，真的会涨3倍，7%换3倍，一改变一期，按你下规矩，不用这边一乱枪打了，我打了一大堆，结果呢？结果这边赔那边赢，结果加起来还是没什么输赢，对不对？来与你分享隐藏版的口袋名单。好，欢迎加入好友，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